好，我们看看新创业网络俱乐部，我们的粉丝怎么做的，我们的文案是怎么写的啊？那这个星期你看，我又熬了两个通宵过来写文案哈。其实来深圳呢，这十几年的时间，我熬过的通宵应该超过1000个通宵，是不是有点不容易？这就是我这个技术宅男，喜欢玩电脑，喜欢玩网络啊。之前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呢，喜欢搞黑客、搞入侵、搞破解啊。后来的时候就啊搞设计。啊，搞那个网络上东西都搞啊，早期我们做域名、长网、做网站，后来做百度啊，百度 IP 优化、百度推广啊，在后面呢做论坛、做博客，在后面呢我们是做淘宝、做天猫，再到后面呢就做 QQ 营销、做企业 QQ 营销，再做微信营销、微博营销，到现在啊做的是微信营销啊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讲讲我们新创的微信营销，我们怎么做的哈、啊？各位企业家可以看。微信营销的时代来了，大家都在玩微信。